方便，方便大家在制作磁像和维护日常维护的那个磁像设备的时候，便于做好防潮湿度的一个控制，都做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防潮箱，它首先把这个门打开以后，它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空间，它这个空间是一个密封空间，它每一个我们都是有做的有密封的胶条，看到没，都是每一个门框一个缝隙的位置都采用了密封胶条进行密封，然后加上内部有一个智能的电子除湿机芯，有一个智能的电子除湿机芯来进行对它内部的一个空间的一个湿度的控制。这个时候我们就只需要把机器放在里面，然后将防潮箱的门关上以后，另外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能够随心控制。什么叫随心控制呢？它这个地方它是有一个屏显，它这个地方能够显放置在这个平板上，然后将箱子盖上。